呀？碾碎他们。果然操作才像那么回事儿。今天也可以打出这样的操作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我在看我的检验报告，等一下啊。太恐怖了！全军出击！我的皇冠可以心绪。哎呦，这你都能 Q 到我。权力本身就是武器。啊，你 Q 兵 Q 得好，我就 Q 三个。打他的话，我们前期要苟住发育的补刀的，不要上去跟他打，就别被他 Q 到了，文经验就好。OK， 有一个一丝血的小兵，看有没有机会。没机会，那没事，我们补后面那个也可以。我昨天打了一天的游戏啊。或是血流千里。OK， 这个就不要补了，补一个就好。我的威名，刀枪。来吗？我总是你来啊。下来。哎呦，吓死人喽，兄弟！你第一个 Q 中了都不用这么担心，担心他跑。但确实，帮我拿个一血挺好的。哎，怎么今天打又这么轻松呢？我昨天打的压力好大呀！我昨天直播一把没输。我这直播的压力好，是私下打，也是。为啥压力好大？一个 Q。 那我昨天打这个号压力巨大啊，打这个号双排的一个号真的压力巨大，不知道为啥，跟妹妹没有关系啊，不要看妹妹是唐英俊，要是这队友太抽象离谱了。没有，我直播没打，我私下打的。这场争斗只是开始，有我加冕，司骑马将万古永续。就你 ，OK、哦。我们这边有个圣啊，有个圣加锤石，那圣可以保护我。我这盘本来就猛，这边就铁猛的，铁是猛男，我这盘。我还觉得地垫装备出破败比那个海妖伤害高太多了。啊，在外面，在外面，这小兵都在外面。啊，有个小兵被打死了。不好杀啊，兄弟，你怎么叫闪现杀他？不要的，兄弟，交闪现，我都不交闪，生命苦短，跟不上。我的生命远，却将远远流长。我操，顶级！我操，我这两个队友真的太牛皮了，感觉。杀伐不是出于私人恩怨。是因为这两个队友是个啥呀？怎么这样玩啊？啊？这两个队友怎么这样玩？太牛逼了！点赞。
三个闪现冰女能裂开，哈哈，是的，有没有可能是我的 ID 啊？我的上野爸爸都来帮我。有没有黑色玫瑰最后一天想上分的，觉得难上分的来跟我来啊，上车意思意思一下就好了。我爆杀、啊、我带着你嘎嘎上分，我给这个妹妹号分打回去，不然我心里面不舒服。那我不要跟她打多了，感觉打多了怕封号。漏了一个，剩怎么又下来？又是资源。啊啊！我只能说艺高人胆大 ，OK， 破败裸破败，七分钟七分半，单一剑破败王者之刃直接结束。西吗？为了这顶皇冠，我早已双手沾血。现在我要做什么？你该知道。我一直吸的都很吸啊，怎么不知道吗？没有啊，队友帮了我两波啊，我才有自信上去跟他打呀，还没大招。哦，他现在都不敢上来了，看到没？刚刚但凡我有一。他都给得嘎，他在控线。就是正义。哇，一不到，差一点距离，没鞋子，有鞋子的话会跑得快一点。就本来就点的移速嘛，当然会快一点点喽。哎呦，好没有意思啊！那个男人他又在爆杀，哦天哪！拿个戒指了，加冕仪式从来拦不住我。啊，有人，算了，这个我血量不够啊，算了，这个太明显了，他在把我往那边勾引，你知道不？他勾引我，我不会上当的。嗨，女人，勾引我，你看，你。就想勾引我，我老男人呢、啊、怎么可能面对这种诱惑不会拒绝呢，对吧？要学会拒绝才是一个优秀的好男人。哇，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炫！来一起分享分享，
我得跟你分享这个东西。该分享的时候要分享，该独享的时候要独享。我一直都是一个这样的男人。为何要止步于此？直接杀透了这个，怎么办，兄弟们？杀透了，直接。再给别人杀怕了，杀到连手都还不了了啊！哎，那个小兵 K 了我一个小兵。你在爪子杰斯搞这些，杰斯手握大权，我最喜欢的环节。来吧，来吧，我操，没把打残就好了，还没把打残呢。哎，我操，哎，我没移到那个被动，我操，哎呀妈，哎呀，哎呀，在干什么？完了，我的一塔也没了。本来如果杀了他，我这一零被动把他杀了，我再一出来，我杀了云还可以拿一个一塔。哇，那我现在肥的要死啊！现在这个装备不得了的。哦，你把我带过来了呀，哥们儿。现在才十二级，哦，十二级很高了啊！先去单带吧，中路的线来，圣哥你吃，快吃了，圣哥就一个小兵扛得住不？让给圣哥吃吧，圣哥为我做出了那么多事情。他像舔狗一样维护着我俩的爱情。
我居然对他做出那种事情，哎，我觉得我好后悔啊。表弟呢？表弟今天不知道在干嘛去了。哎，才多多少钱啊？150、175、300，看啊，300。300的150，塔前250，一些塔前150，450，怎么算来的？再加个175，600多块钱呢？675是多少钱？150加250，150加250，400加50，450加150，可惜。太猛了，怎么这么猛啊！